你老毕了，我看他小品，逗你们玩。哇、哦，好难猜哦！哎，我真笑死。猫眼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1-Patrick 严浩宇。Hello。有趣的体验吗？我想一想，那如果我说是不是要透露了？我就知道你们要这样说。比较好玩的体验，我觉得是我们那天有一个换衣服 cos 的一个换装，对，然后我换的一个角色，我觉得跟我很不一样的，对，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还有就是我去冲浪，很爽，特别喜欢。我摔倒了几次，但是很好玩。对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缓解尴尬或者是跟大家相处的一些方法？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大家好，我是 INTO1-Patrick 严浩宇 ，Hello Hello， 然后就是跟每个人都说这样 ，INTO1-Patrick 严浩宇，大家好 ，INTO1-Patrick 严浩宇，我是 INTO1-Patrick 严浩宇 ，Hello， 然后他们说，哎，这个人有点奇怪，然后就可能就开始跟我聊天什么的，如果奇怪的话，我就，对，就这样，我就一直继续这样。这次出发前做了什么准备呢？就是比如带了一些东西啊，或者是提前了解一下。首先我行李我准备了很多，最开始准备了两个大的行李，一个小的行李，还有一个拿着的那个包，还有准备我小小的什么黑胶唱片香水什么的，准备很多，就发现他们不让我们带进去，就是只让我们带一个小箱子，尽量的把衣服穿上去，然后就带进去，然后雪姐还帮我穿一下衣服。听我说谢谢你，最开始做一些准备的就是可以说我搜索他们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了第一季，我全部看了，我也搜索了，就是谁要来。你做的功课和你来到以后跟大家相处，有没有哪个嘉宾是给你反差感最大的？我觉得野哥吧，吴木野老师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房间。最开始我看到他在网上的时候，觉得很 classic， you know。我们在一房间以后，就觉得他挺可爱的，就是好玩，也有很傻傻的那种。多傻？那之前有看到丹丹姐之前的一些作品啊？我看他小品，什么昨天、今天、明天那个。改革春风吹进门，中国人民都精神。你讲的那个节目里面有很多，对不对？之前有朋友说学了哈喇子、小票、是我熟悉的词吗？我那天学到什么嘎嘎香啊，妈呀，刚刚学。等一下，这个可说吧，你老毕了，老毕了，很酷。刚对，因为知道有这个才老师要学一下老毕了。尹浩宇也算勉强算东北人吧。他哪儿的？他是台湾德国人。他不是德国跟泰国混血吗？我们那天是拍了海报，也有一些直播什么的，我是最后一个来直播，大家都吃饭了，然后我还没吃饭，然后我回去就需要直接开会，所以没有时间吃饭。我们开完会辣姐就来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吃饭，你吃饭了吗？然后就直接给我做那个鸡蛋，那个饼，鸡蛋饼直接给我吃，很好吃的。那辣姐给你做的菜是怎么就是落选了？这个可以说一说，很好吃。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尴尬的事情吗？有一个是我就是大家跟许志胜哥聊天的时候，就是我有点不懂，然后大家都懂，然后大家都就是笑，然后我就是不笑，然后我就什么意思？就这个有点尴尬。那如果你在录制过程中和其他的嘉宾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如果有不同的想法，我觉得也没关系，就是说出你的想法是什么，尽量互相懂对方需要表达什么什么的，一起找一个解决方法，就好了。那你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状态，跟在节目里面是一样的？我觉得挺像的，只是我觉得节目里大家对我太好了，对，对，所以可能就是设计的比较牛，设计了。你有没有在这期间学会做中国菜？我学会了那个名字我记不住了，但是反正是雪姐姐、菲菲哥跟我一起做，然后是海鲜的那些，很好吃。因为我平时不是那么喜欢吃海鲜，但是这次做我觉得挺好的。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播，但是反正是好吃。如果是十分制的话，你现在给自己的厨艺能打几分？酱四，酱四。我做饭我觉得我不是做的这么那么好，但我在学习啊。我说错吗？在音乐上酱四两分，在平时要扣分。
再来一遍，三二一，负四。负四。那上次直播嘛，喜提的桃花坞肉炒人这个成套。今天也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觉得大家给我这个名字，但是大家也应该很开心吧？就是我漏了那么多，就期待一下下一次的直播，我可以再有。然后可能就录不了了，节目组就是不让我来录了啊。那这次来到这个桃花坞之后，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一个点我特别喜欢呢，啊，刚穿，是这个 T 恤，这个 T 恤是我们五十公里桃花坞的一个 T 恤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我的汗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，就是我们五十公里桃花坞的家，然后有很多颜色，哦，后面啊。哈，逗你们玩，人家本来就傻，你还逗人家？用一个词来形容你感受到的桃花吗？老毕了，你老毕了，老毕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啊，我来读一篇短文，然后出一道题目，告诉你答案，你再帮你选项。你要告诉我，好，你要告诉我答案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大雾天气，飞机不能起飞或者降落，一车船舶的交通工具也因为能见度比较低，所以容易发生事故。雾对于农作物生产。我下面说有四个，第一个，看哪个地方是对的。A. 大雾影响了交通。B. 大雾有利于农业。C. 大雾使温度降低。D. 所有航班起飞了。再重新选项啊。你可以就是慢慢的读，就是哪一个就是，你懂，就刚刚说给我打烂。来，A 啊 ，A. 大雾影响了交通。B. 大雾有利于农业。你没事。哎，我真笑死。使温度降低。好难猜哦。我觉得是 A， 因为它就是影响了这个交通。刚刚就是说，大的就是 A， 然后就有两个人就给我，是对的吗？哇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A A OK。